在我身边后面就是国家大剧院，因为大剧院就是集合西方和中方中国那个传统的而建成的。你看外貌又好像是很西化，是一个圆蛋型的，但实际上入面的是很中国化的建设。咁咧，大劇院咧係啱啱去年先至落成嘅，咁咧可以容納好多人去觀賞，有分唔同嘅有演奏廳、有表演廳同埋劇院嘅。咁今日我哋好高興咧，就係嚟到呢個大劇院嚟到參觀。幾時嚟嘅？好，好，好。嚟啦，你個名喺度？呢度咧，我第一次嚟啦。雖然咧，北京嚟過咧，即係六七次噶啦。咁啊，國家大劇院第一次嚟，咁啊，望上嚟都好靚。咁啊，應該入去睇下裏面係咪真係咁靚啦嚇！咁其實我今次最中意最中意就要去水立方啊、鳥巢啊，唔入得去喎。但可能喺出面兜一兜嘛。係啦，都好啊。好面啊！近啊，你嚟咩？聽嘢聽嘢。橫屋攞過嚟，個橫屋佢攞個橫屋過嚟。喂，你哋啲手成日咁樣撥咧，我哋好難影噶喎。OK， 啊，自動少少啦。3.5万平方米，相当于5个标准的足球场那么大，水深是不一样的。有的地方非常浅，10厘米，有的地方非常深，深到70厘米是最深的地方。因为这个北京它本来就是缺水嘛，如果有1厘米的水啊，从高空往下看，它是一颗水上明珠的话，那国家大剧院绝对不会用2厘米的水。这个位置是橄榄厅，您为什么给它取名为橄榄厅？您仔细看呀，它两头尖，中间宽，很像是一颗橄榄的样子，是不是？橄榄。那本来不说你节约，是的，你我们这边是节约，你说的这个，你用手的材都是它天然，说明你们不会用手的打磨。这个你说的，本来不是我的打磨，本来就是我的放的，咱们本来不知道。我说没这个，我跟你说的，如果他又不知道，你让他说就说这个，你给他给，你看100多个油呢，你给他那个，他也没面子。你我不好了，今天啊，这上的就是人家说你要把你9块钱拿到这里。加封手机，先上得5块钱的罚款呢。2398人观看演出，它是共像歌剧、舞剧、芭蕾舞稍微有一点西方特色的剧目演出为主的。这个您一进来，您看灯光打在金属网上面，给我们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。
不知道各位领导注意了没有，您在外边看到的这个歌剧院的外边也是用金属网包裹成的，也是金碧辉煌的。因为在以前的国外，歌剧不是给皇宫贵族们看的吗？就像维也纳的金色大厅设计成金碧辉煌的样子，所以在保罗安德鲁他设计歌剧院的时候，他也是依照着这种金碧辉煌非常华丽的样子设计出来的。那各位领导您抬头看一下它的顶棚设计，顶棚的木材采用了非洲的奥尔基纳的木材，您看上去造型非常的典雅，其实它是有一个扩散声音的作用，相当于一个扩音器。您现在坐的这个座椅您觉得舒服吗？舒服。您轻轻地向后靠一下，有弹性，但它绝对不是这海绵的弹性，它是木材的弹性。它这个木材可以节约很多的能源的同时啊，也保障了剧场里边的声音效果不受到干扰。您看我们这个舞台，这个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，是不是？歌剧院的舞台非常大，它的面积达到了2500平方米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它的冰山一角，它还有左右辅台和后台。这个您看，这2500平方米相当于什么呀？相当于我们观众席的3倍。您回头看一下观众席多大，您再想象一下，它的3倍就是这个舞台的面积。而且这个舞台呢，也是功能非常多，有升、拉、推、降、转等多种功能。因为刚才我说过，它两边有客台，后边有后舞台，那不正好组成了一个中国的三口品字形的这种设计吗？这种设计它有什么好处？歌剧里边总有实景，这实景如果摆在侧台上，它利用机械设备推过来拽回去，这样非常方便。而且在后舞台的下方15米处有一个可倾斜度为5.7度的可倾斜式的芭蕾舞台板。芭蕾舞台板嘛，不是芭蕾舞嘛，我们最喜欢看的不就是演员足尖翘起来、足尖立起来的那一瞬间吗？是不是？您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好多演员在这个平的舞台上面表演立足尖的这个动作，我们的观众啊是只能看到前排演员的足尖，后排演员的足尖别说了，根本都看不到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在这个可倾斜度为5.7度的芭蕾舞台板上就不一样了，您不论坐在歌剧院的哪个地方，都可以很清楚地从第一个演员的足尖看到最后一个演员的足尖，前面的人是主角，后边的人是配角，这时候人后边配角高兴了，哎，好不容易逮一地儿啊，让他们看看我这足尖立起来这一瞬间，我得多站一会儿。我知道今次打散你自己嘅可以話歸兵嚟俾人哋睇，我諗完全即係而家都好少人嚟去嚟講話走。穹顶不仅是国内跨度最大的穹顶，可以说是在全世界也是非常罕见的。多大呀？到底有多大？我们可以设想一下，如果把它吊起来放在工人体育场的位置上，它可以把整个工体罩在里面。先完成嘅，系一个全中国最大嘅国家剧院，非常之靓。所有系一个椭圆形啦，我哋系经过水底入嚟嘅，全部啲人。立马话，您看这金属网像不像夏天铺的凉席呀？对，有点像，是不是？但是后边的。
都好多用蘭花嚟做主題嘅，知唔知啊？所以咧為之周美蘭啊，四圍都係靚嘅蘭花草，明白冇？喂，你想揾個新會長唔使咁拆㗎，唔使咁講啊！四圍都係蘭花草啊！1035个人，也是最小的一个剧场，它是共向京剧、话剧、地方戏曲演出为主的。您看它的墙壁，中国特色很浓，主要是以中国的红色、紫色、黄色这些中国色调为主的。您再看它的顶棚设计，它的这个木材啊，是就是我们中国非常普通的这个杉木，设计成为弧线形，也为一个扩散声音的作用。楼座上看，最高层的这个楼座是高出这么高。这椅背呢也有一个反射声音的这个。您看您坐现在坐的这个座椅的颜色是不是就变了？和三大剧场在传统戏曲里边最典型的《西游记》里的孙悟空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您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孙悟空这个演员在简单的舞台上面表演上天入地。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到自己的演变的空间，因为大剧院公共大厅的石材都是产自国内的天然大理石，这个三面石镜呢加装那个大白镜子呀，它不好看，地方也没有像你说干嘛你猜了哎呀，好正！嗰啲反鏡呢度咧，我要睇你嗰啲人工湖，啲人工湖係非常漂亮嘅。咁我哋睇到咧，係喺人工湖兩邊咧，都係有啲水。啲水咧，原來我喺下面睇咧係透明嘅，有個玻璃板睇到，非常漂亮。咁同今日天氣特別好。咁頭先我參觀大劇院咧，大劇院基本上分三個部分，一個係大嘅歌劇院，一個就細嘅歌劇院，仲有音樂廳。歌劇院咧，大一個可以容納2000多人，細一個可以1000多人。然後呢個音樂廳，咁喺成個設計裏邊都係美輪美奐，我睇到好多瓷磚係喺中國各地唔同地方嘅產品，有江西啊，有河南啊，係非常之稀有嘅大理石，同埋有啲好稀有嘅磚石嘅。咁整個大劇院佢有好多唔同文化嘅色彩，同埋咧係表現一個藝術嘅結晶。咁係將法國嗰、那個藝術嗰個概念融合中國本身傳統，形成一個獨特嘅歌劇院。係嘛？邊個花你幫影啲嘅？我哋採曬佢，喺度採曬佢，影埋路邊嘅花嘅。喺度採啊！你要佢一係就攞啲揸住佢，一係就。video 嚟噶，幫我影先，影先。仲緊啦佢，天生啲大仔冇人玩啦，唔好意思。難得咁好嘅天氣啦，有啊有啊有啊。熱得上嚟好難頂啊！你睇下我啲汗啦、啊，啊！人大隻冇得講。大天不上坡嚟嘅，真嘅。呢度介紹下邊邊？呢度邊度嚟啊？呢度係國家大劇院。哇！呢度真係好似一個方舟咁嘅大國家大劇院嘅外邊。嘅外邊啦，大劇院嘅外邊。三個 theatre 有冇三個 theatre？ 喺水嘅底下咧，就喺佢玻璃幕牆。主入一個多千幾人。係啊，好靚，非常之靚。真係太為觀止啦！真係。裏面係好多係全部中國唔同地方嘅大理石、紅石，誒真係好精彩。走啊！呢個嘢真係，想我死啊！冇啦，有啲出聲得啦。
对对对对，现在我给陆先生。